第一顿吃拉条子，出门在外可别让自己饿了。还不错，家常拌面还挺好吃的。还有抓饭、馕、烤包子都有，我感觉我带的馕都是多余的。25块钱一碗，比新疆多10块钱。打车买衣服去。海滩路，哇塞！来三亚吃水果，菠萝蜜，还有芒果是我推荐的，还有他们家那个芭蕉。尤其是在这边可以吃到自然熟的香蕉，不用催熟的。买上这么一小坨，如果在路边摊买的话，一斤几块钱，挺便宜的。多少钱这？8块。8块一斤。那还有大芒果，哇塞！天。还有，这是鸡蛋果吧？这个。鸡蛋果。好吃。我觉得可以选择这个套餐看。买一个这个，然后就是送这些，这个不错，直接全部玩套票。小菠萝，椰子、黄金椰。租了一辆摩托车，40块钱。我发现我是越来越会玩了。好了，骑着出发吧。我要飘了，在海边